彼得书第三章，耶稣超越摩西，所以恁当受上帝选召圣的兄弟姊妹，恁就像咱所宣言迄位做事者、做大祭司的耶稣。伊对指派伊的上帝敬重，拄甲摩西伫上帝家敬重同款。起厝的人比伊起的厝较尊贵，安尼耶稣比摩西应该受搁较大的恩光。所有的厝拢是人起的，毋过起做万面的是上帝。摩西做仆人，对上帝的全家敬重，为着上帝后来所要讲的话作证。毋过，基督做囝治理上帝的家，对所愿望的，咱若用确信甲勇气来承受，咱就是上帝家内的人，上帝子民的暗号。所以照圣神所讲，今仔日恁若听上帝的声，毋通疑心，亲像恁的祖先伫背逆的时，因伫旷野试探伊的日。上帝讲，你的祖先虽然有看到我的作为，因犹原伫遐试探我、考验我40年久，所以我对迄世代的人受气，讲因的心失迷，因毋捌我的道路。我伫受气中立誓讲，因绝对袂当进入我所属的暗黑。兄弟姊妹，恁着注意，才免恁中间有人心邪恶，毋信，直到离开永活的上帝。但也有迄叫做今仔日的时，日日三更眠，恁中间怎免有人受罪恶迷惑，得到迷信？咱若坚守当初确信到落尾，就真侪基督的同工。圣经安尼讲，今仔日恁若听上帝的声，毋通迷信，亲像恁的祖先伫背逆的时安尼。听起上帝的声，犹阁背逆伊的是啥物人？敢毋是迄个摩西对埃及带出来所有的人？上帝伫遐40年久对啥物人发受气？敢毋是遐个因为犯罪死伫旷野的人？遐背逆的人以外，上帝敢捌对人立誓讲，因袂当进入伊所属的暗黑？安尼，因袂当进入暗黑，是因为因毋信。